过来，然后你再压，往后压。有没有？有吧？有吧？还好。这一点其实不会很痛。对啊。然后痛的是风池跟那个牙门。就是风池跟牙门。对，那是风池。你这样会打到。哦，就是我们会针对穴点的部分啊，然后用大拇指的辅助，然后还有另外一只手的辅助，然后用反作用力，然后我们会用大拇指直接压到穴道，嗯，让它有那种瞬间那个穴道有被算是舒服到。对，当我们打穴道打开的时候，精油会让他人的整个气呢跟整个舒缓的那个状况会更快，嘿，然后精油会加成。对，就长期肩颈酸痛的人，那这里的肩膀会特别的僵硬，那当你做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整个这一边是松的，而且你会发现你的肩膀会变成一高一低，嘿，因为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是从我们的风池穴那边，然后整个是往下去做，嘿，让这里的整个经络是放松的，那你打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这边是瞬间会往下掉，甚至呢，它有的功能，当你这边的筋的气是通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有一种塑脸，然后你这边的脸是会往上拉提的，嘿，所以其实是把你的经络打通，然后再加精油的加成的话，会让你整个的状况跟舒适程度会加好，会更好。